日午后热对流，车辆行经汐止山区，想倒车回转，没想到。驾驶大傻眼，车辆近半边掉进一米深山沟，卡好卡满，动弹不得。不良于行的驾驶惨受困，这时远景正好经过。可以吗？好好，再一下。远景和丽江66岁黄姓驾驶抬出，但他却表示自己独居，没有亲友能帮忙排除事故车。为避免自顾久待路中，所以主动联系拖掉车辆排除。午后雨弹狂炸，炸完后路上依旧意外不断。车辆行经汐止民丰街一旁路树，砰一声竟突然倒塌，瞬间扬起大量粉尘，就差一秒，轿车险些就被砸个正着。驾驶吓得赶紧打方向灯绕行，远景也立刻赶到场拉起封锁线协助排除，连日大雨酿灾，用路人可得多加留意。记者姚丽强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